好的，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个 Sun King 的 game 给破完了。没想到这款游戏我居然还会继续玩，真是有一股奇怪的魅力啊。 Enter password， OK， 叫我们按密码，我们有拿到密码， OK， 这样就可以继续了吧。真的哎，呜、哦！呀，那个火焰，那个火焰好酷哦！呀，会烧到我吗？那个火焰感觉会烧我、哦。不要不要，你不要不要！哎，我的毛，我的毛太长了哦。这是一个工厂哦。我们看一下，我们一定可以赢的，最终 boss 我们一定可以打倒的。哇！哈哈，这风好强哦，这样也可以的。哦，开始有难度哦，开始有难度哦。这个是什么东西？哇、哦！我变成一颗球了。不对啊，我变成一颗球才是正常的吧？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爆炸？那是炸弹吗？所以这一集的 boss 是那个boss 永远只有一个啊。手榴弹！哦，我来不及转身呢，根本会来不及的。这什么东西？这种东西我站上去没问题吗？哇哦！可以可以，这 Sonic 很厉害。到站了到站了，太快了吧！我站飞走了。What？ 我变成原来我是鲁夫哦，我一定是鲁夫啦。走吧走吧，这是什么东西？等一下我会扁掉吧。哎、欸、我还没到呢，你压下来干嘛？横冲直撞就对了。对对对，没错没错，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哎呀呀呀呀呀，太夸张了吧。啊，我走路就要慢啊，这个 Sonic 就是比别人慢一拍的、啊。等下，我有东西，有东西了，很难算呢。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OK OK， 我知道我知道，每一格两秒吧。一二三，不对啊！一二三，一二三。哎，没有啊，刚刚好有到啊，你怎么这样判断呢？这是运气游戏啊，不是靠实力的。有有有有。哎，要等一下哦，要等差不多一秒钟这样再继续前进，因为我们走过一格需要用两秒钟，所以就刚刚好。到底在算数学干嘛啦？哈、啊，这不是包底呢？哦，要跟着他的音乐，他音乐是有节奏感的。我现在连数学都懒得算，直接听音乐了。哎，感觉还要换的时候就要前进了，现在直接靠感觉了，不要管什么了。有有有有 ，OK， 终于度过这个难关了哈。这个斜的我怎么上去 ？What？ 我就这样直直走上去。哦，这什么东西？你最好不要给我死哦！啊！为什么会有触电的？这才是 EXE 吧 ？OK 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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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不要啦，这么精准的哦，时间只有刚刚好而已呢。原来我可以站在两个方块的中间的，这样不会掉下去。OK OK OK， 连触电关卡也挂了，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呢？要是地上开一个洞后，我会恨你哦。有真的声音哦，哎，游戏直接 error 是怎么回事？就现在，这什么东西？哦，拿到钻石好多个哦，一次过拿这么多，而且你表情也太好笑了，你的眼睛怎么跟这一起飘上去了？What the hell? Super Sun King 变黄色，变金色，然后呢 ？What? 哦，吼！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哦，你在害怕那个弹头？他不见了。Final 密码是 Final， 我们直接去Part 三吧。OK。哇！哇！闪耀的，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要控制它，飞起来啊，飞起来啊！哦，按空白键哦，这么强的哦，这全身发光，都有点红红的，是怎样被烫到哦？他脚已经快到你们看不到，还动了，绝对不是他没有跑啊！你是谁？走开！这么小只的，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小只？这敌人？哦，到站了，呼！哦 ，what？ 合体！哇、哦，好帅哦！弹头大哥，我呢？我要干嘛？他说故事，等一下 Sonic 你要干嘛？等下 ，What？ 不会不会秒杀吧？不要给我秒杀啊 ！Oh my God！ 秒杀 ！Holy shit！ 这什么东西？核能发电炉哦
哦，嗨，动物啊，解救动物成功。呀，结束了吗？这么快？发生什么事了？哈，就这样赢了，这样我的影片要怎么办？史上最短的影片呢 ？Congratulation！ 哎，还有剧情哎 ，What？ 终于有剧情了，什么东西？这什么东西 ？Press Enter， 哦，在时间内逃出去，快点快点，加油加油 ，Go Go Go！ 哇，也太阴险了吧！等一下等一下。哦，要专心，要十足的专心，等一下，不要搞对话，不要搞对话，被针刺为死了，哎呦，还蛮好的嘛，还蛮好的。那这个针来干嘛的、啊？不如放一个沼泽地，或者挖一个洞比较快。呦，起飞吧！啊，飞机呢？我没看到飞机啊，完全没看到飞机啊！啊，Sunky 回去了第一关。Sunky learned that it doesn't matter how blue you are or how many spikes you have.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the size of your shoes. 他说根本不在意其他东西，他只在意他的大小鞋子的。Maybe we should follow him to find our own happiness. 你就要慢慢的走路在这边，我也是莫名其妙的啦。为什么到结局的时候就没音乐，游戏的时候就一大堆音乐？没了没了没了，终于走到晚上就没了。哦，前面有什么东西等着我们吗？怎么了？星星要掉下来了吗？为什么没声音了？问题在这边，为什么？有问号哎，代表说之后还会有继续。没有了，我说说而已。好，结束了，我们今天实况的剧情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点个喜欢，并且分享，千万不要去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是森林，我们下次见。哦，这一款真的是非常有趣的，我还蛮喜欢这一种无厘头的游戏，明明是恐怖游戏，不是吗？